与多部戏剧作品，凭借精湛演技成为不少人心中的戏剧男神。而经常会在网上分享生活的他，七日就发文透露自己发现这两年路人对自己的态度有所转变，并表示自己不喜欢明星称号。他透露刚出道在路上被认出来时，路人总会发出惊讶的声音，让他心里忍不住有点虚荣感。不过这两年开始，他发现大家的口气变了，他觉得路人叫自己的感觉变得比较像是邻居打招呼的口气，没有以前那种害羞与生涩感。尤其是年纪稍长的阿姨叔叔，总是让他觉得格外亲切，这让吴康仁很喜欢，觉得好像是跟着大家一起成长的那种邻居感。而贴文曝光后，网友纷纷直呼：“我也好想遇到这么帅的邻居本人哦。”